同志们，今天我们要干一件事情，你不要捂着脸笑，我告诉你，我们要测速一下这台哈，安卓系统的计时手机，跟这一台 iPhone 数手机，它是用的是 iOS 系统哈，哪一台比较牛逼？但是我们怎么测速呢？我们要用这两台手机的水漂的能力哦，来测速它。来来来，神经病！有没有？有没有？我告诉你，一台手机的好跟不好，不单单体现在它的软件上面，还要看它的流线型功能怎么样。你看，这么大屏，小心，小心，手机不要掉下去，掉到水里面捞不上来。我跟你讲，iOS 系统牛逼。还是安卓系统牛逼，我们今天就来验证一下软件跟硬件差别在哪里。来，我们先扔的是iPhone 数。你真的要扔？废话，你小心不要掉下去，手机掉水里面。iOS 哈 ，iPhone 数哈，看好了，来数着哈，好好数，来往前面拍，来一、二。哇，这么多个！哎，看好六下哈，四公里真的热。六下哈，来，现在是这台安卓的哈，来，准备读好哈，来，四狗，我靠！哎呀，怎么回事？明明那个计时它比较流线型，为什么才一下 ？iPhone 数打了七下。妈，那手机不是你的白痴、这个东西我跟你讲，这个就需要专业人士去研究。那我们就完蛋了，我们就是普通用户了。我普通用户，我不管他为什么，我只知道 iPhone 数打了七下，计时才两下，就这样子了，再见。